我们来介绍这一次的弱点。这一次的弱点就是要带弓箭手打他的队，双晕眩哈。好，我们来打双晕眩的话，一定要带弓箭手。选好弓箭手，直接开始了。然后记得你的第二招脚踢，脚踢踢完之后再接弓箭手的那个，把他呼叫出来打。这样子双晕眩之后就可以进行致命的攻击哦，这应该是不难的。先这样子敲他啊，脚踢啊，弓箭手出招，然后两次哈，两次就可以把它处理好了，所以他要做两次的循环。好，准备过去哦，脚踢哈，啊，刚没有算好，弓箭手出招，这样子哈，你那个时间要抓，尽量在接近的时候，你不要间隔太久。例如说，你脚踢完之后，然后过了五六秒、七秒才按弓箭手，那你那个晕眩就不会堆叠，没有堆叠就失效了。所以这一支的话，你就是要搭弓箭手，然后一个脚踢，一个弓箭手就可以把它干掉。好，今天拍到这里。